不买房，长期住房车第1364天了。今天做一个清斋鱼炖豆腐，起锅烧油，放入葱姜蒜爆香。哎呀，放入酱油，加入生命之源，也就是八角，搞点糖，少放一点料酒，再放这么一丢丢醋啊，两大勺盐够不够？十分香。然后放入我们这个千挑万选的深海清斋鱼，盖盖炖个7749分钟，53克到，开锅，高点胡椒粉就行了。哎呀，完了，好嘞，上桌，这味道无敌了。哎呀，是不是？非得炖点牛肉。哎呀，这个千滚豆腐万滚鱼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菜你一般不太好吃得到的。